弟弟画的格瑞与加德罗斯。我想飞到天上去，去呀去放羊，给我心爱的羊儿吃上几朵棉花糖。喜欢我画的请发666。姐姐画的格瑞与加德罗斯。有喜欢凹凸世界的小伙伴吗？请靠一波凹凸世界，看看有多少凹凸粉呢？格瑞与加德罗斯是什么关系呢？为什么走哪都能看到他们俩？无法隐藏这场地的记忆。小伙伴们觉得我画男生好看还是画女生好看呢？开始感谢这宿命的结局。